个。对，好，第一个我们看这个题目哦，他说如图 ，G 是三角形 ABC 的重心，这是重心哦。可是我想请问你 ，D 是外心吗？没有人这样告诉你它是外心哦，听懂吗？没有讲哦，除非他这样画，除非他这样连过去，他告诉你说这个是重心，然后他把它连过来，通过 C 点，那他真的是重心，哎，他真的是外心。可是它是连接 DG， 它讲垂直的部分嘛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是那个外心，不知道。好，然后题目讲它是讲重心嘛，好，关键字把它圈起来，重心。然后呢 ，AB 二九，然后 AC 是二十 ，BC 是二一，然后问你 DG 长度，对不对？注意看哦，我讲很简单，你发现一下就算出来。请你把 AG、CG、BG 连起来，你再回答我，你觉得？三角形 ABC 跟三角形 AGB 比起来啊，它是它几倍 ？ABC 是 AGB 几倍？三倍，因为不是六等份吗？它是形上其中两等份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应该它的三倍。那请问你，三角形 ABC 的面积是多少？不是比三角形除以二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 AGB 的面积呢？不就是二十九乘上你要的那个 DG？除以二吗？解 B 就好了。来，二跟二加掉，三跟二十一约分多少？七。所以二九一过去，所以答案出来，答案 B G 就等于29/140，所以答案选 C。就是题目是障眼法骗你们。